两张。啊，对了哈，顺便跟各位提一下，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锯齿状，有没有发现？照片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显示比例的关系。好，你最好在显示的时候是用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，也就是什么？大概是比如说25%啦、50%啦、100%、75%或200%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可是你如果选择什么33%啊、67%啊，或者这种非等比例的，那就有可能会有锯齿状。所以你看我用50%，有没有？每个都是帅哥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67%，这种就有机会变成有点锯齿状。好，所以，好，那你现在呢？留下你要调整的照片之后，你在这边相片里面的智慧型合成，好，智慧型合成点进来，你留几张，它进来就会有几张，一样它会提醒你，就是你最好有相同的快门或 ISO 值。所以早上有位同学，他怎样，他拿两张完全不一样的，他想说我也要把它合成，然后告诉你连按都不能按，就是刚那个选项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看看哦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因为他们这个的话原则上没有镜头，没有晃动，所以比较好处理，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保留的。假设我们以它来讲的话，你看这边看旁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要怎么样，是不是要刷除，把它干掉，它一脸无辜的样子。那你们在做的时候，我建议各位其实你可以放大一点，甚至用1:1的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用1:1的，因为你在这样抓那个笔刷的时候会刷的比较准。好，好，这样它够无辜吧？好，右手边这个它要留着，你可以直接保留。刚刚同学有提到印堂，印堂在哪里知道吗？啊，额头，印堂，两眉之间叫印堂啊，两眼之间叫什么？啊，叫人中，两眼之间这叫山根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你知道啊？对。这不一样啊，这个眉心这个是印堂啊，三根的话会跟你的心脏有关系啦、啊、所以你看哦，你如果压着这里，你呼吸看看，你吸看看，你会发现压着不好呼吸，你放开会觉得好舒服哦，但是压着就吸不起来了，因为心脏压着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自己比较看看啊，真的啊。好，如果好的你就把它按智慧型合成比较一下，好，你就可以看看是不是最后合成是你要的。那有些人因为它这有晃动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可能就要再去把你不要的再把它除掉，这样你了解吧。好，你看这个合成完确实这颗头有留下来，那旁边的因为它这边是看别的地方，所以你如果不要，你就是把它刷掉。好，就是把它刷掉，这样大概了解吧。好，你可以玩看看。那因为你们班的，就是动的比较多，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找就是另外一班的同学的哈。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找另外一班同学的 ，B 班同学的，他们也有一些，好，也有一些适合的，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有一些他可能就是很比较单纯的。像那种眼睛的，那你就可以像刚刚那样去稍微处理一下。好，那我把画面还给各位，给你练习看看哦。你好了，你看一看，在这里第一张这两个，一个看这边，一个看这边，其他的大致上都有看前面。OK， 那这一张他的头要，这里这两个不要，所以最后合起来就是变成大家都有的。这样了解吧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，那哪里透明的？旁边，右手边，左边，哦，这里，好好好，
你怎么眼睛这么厉害？哦，所以这里一定要告诉他，不能丢掉。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一定有那种一定要保留的，你可以这样指定告诉他，好一点，这里剩一点点，好，这里有没有？这边就留下来了，所以再看一下，这里，对不对？一样，好，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有一定要他保留下来的。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，我们透过这种方式，啊，因为他们的身体有动一下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转动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你要留哪一边，好，假设你要留这一个的，那你就涂在这里。所以如果只有动一点点的，其实都好处理啦。怕的是你们动很多的那个就会，就会比较难，对吧？这边这样就保留下来。这一只手，啊，这一只手也是有动到一点点，好，这边保留下来了，裤子啊，它是让我没有处理啦，它我没有处理，就两边它两个会合起来。它会看起来像，有没有？这个是这样，这个这样，差一点点，对，我这个就没有帮它处理的哈。所以其实你可以再把它涂一下，这样就只留一面，可以吧？如果你 OK 的时候按确定，它事实上就会产生另外一张新的，你旧的这两张会留着。好，旧的这两张它会留着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不见了哈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两个，现在一张是这样，一张是这样，这是67，百分之75，大家比例一样。这里也用75，你用相同比例在看的时候，会比较看得出来。好，阿尼本来是这样，对吧？又转过来。这一张跟这一张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你看右手边的，第一张是这个，就把它合起来了。这样大概了解了哈。好，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喽。